冲个藕粉，这个藕粉啊是颗粒状的啊，直接加开水就可以了。49.90块发2罐，然后送这个杯和勺，直接加入滚烫的开水啊，一定是滚烫的开水啊。喜欢稠一点的话就少放点水啊，喜欢稀一点的话就多放点水。这个的话会甜一些啊，微甜的哦，这个是。要比前面给大家推荐那个哦，要甜一些啊。今天冲的稠一些，看就这样子啊，坚果也会比那个要多一点点。